Hello，大家好。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啊，我也比较纳闷啊，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啊？于是呢，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啊，如何100%安全的购买比特币。如果你是新手，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也不用担心。这个教程呢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本期视频呢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还有骗局，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什么是提现出金呢？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啊。下面咱们细说，这里咱们一带而过。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再去操作。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第二步呢，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 APP 啊，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一下设置啊，这一步非常重要。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 USDT。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给大家演示一遍。第一步呢，我们需要注册一个 OE 交易所的账号。为什么选择 OE 交易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三大交易所分别是 OE、币安和火币。目前呢只有 OE 交易所才支持大陆用户注册，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很清楚的看到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下面咱们开始注册。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我会把注册链接放到视频下方，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链接，因为使用这个链接注册的话，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啊，是非常划算的。打开链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我们填写手机号或者是邮箱都可以进行注册。填写上之后，然后点击领取盲盒，它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非常的简单。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注册完成它会奖励一个盲盒。当然了，它这个说的肯定比较多啊，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啊，具体的话要看运气啊，你可能运气好，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对吧？第二步呢，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 OE APP， 安卓手机的话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我们来看一下，在官网的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非常的简单。咱们重点来说一下苹果手机怎么安装。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没有 OE APP 啊，你是下载不了的，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 ID。 这个海外 ID 怎么获得啊？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购买苹果 ID 啊，使用谷歌也可以啊，里面有很多都是卖账号的啊，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啊，好多都是基本上一搜一大堆。有了账号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把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进行一下安全设置。在登录 APP 后啊，不要着急买币，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这里呢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第一步叫身份认证，第二步叫安全设置。下面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打开 APP 之后，我们点左上角，这里有身份认证。在身份认证里面啊，分为基础认证、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我们呢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啊，就可以进行买币了啊。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啊，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啊进行一下认证。然后我们返回一下看下面的安全中心。安全设置里面呢，它有四种选项供我们选择，有谷歌验证器，还有邮箱验证、手机验证，还有防钓鱼码。我呢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啊，这里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进行选择啊，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啊，就把这个打开。到这一步，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啊就已经完成了。第四步呢，我们就需要购买 USDT 了。到这里呢，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什么是 USDT 啊？为什么要买它呢？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啊，我们的中文名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我们简称为 USDT 啊，很多时候呢我们通常把它叫做 U， 它呢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EU 就等于一美元。我们账号里的 USDT 啊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兑换成我们的人民币的。在我们的真实世界当中，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同样在我们的虚拟货币当中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啊，那就是泰达币。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啊、狗狗币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兑换成 USDT，然后再使用 USDT 啊购买我们的比特币、以太坊啊这些数字货币，它呢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下面呢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购买 USDT 的实战操作。它的流程呢这里有，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下面咱们看我操作。在 APP 首页呢，我们点击我要买币，弹出一个选项啊，我们选择 C2C 买币。这里呢有很多商家，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泰达币。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防止呢我们的银行卡被封。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啊，大家仔细看，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大家看到了吧？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一些的啊，这个是6000多，你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大家看这里呢有一个12000多的啊，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这个商家还是比较靠谱的。我们直接点击购买，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啊，我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买多少写多少。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 USDT 啊，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现在呢 APP 上提示请使用支付宝转账啊，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啊，可以是银行卡、微信啊，或者是支付宝啊，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下面呢就是它的支付信息，上面有提示啊，有我们的购买金额，有对方的收款信息啊，叫陈叶啊，对方的支付宝账号。我们呢打开支付宝给这个陈叶进行转账就可以了。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啊，否则的话对方会扣一部分的手续费，然后会把钱再给你退回来，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假设呢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在转完账之后，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一定要及时回到 OEAPP 当中点一下我已转账通知卖家，这样呢卖家就会及时的把 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就会取消掉啊，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转完账来点一下我已完成转账，就是这个按钮。这一点啊我重复了2遍，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 啊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啊，我们直接点返回，回到首页之后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我这个账户呢现在有 99.99 USDT， 你的 USDT 到账之后呢就会在这里显示了。有了 USDT，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第五步呢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我将从买币到提现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转入到交易账户。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都是我的钱，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顾名思义，资金账户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那么交易账户很好理解啊，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有10000U，但是呢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我们可以拿出1000U进行交易，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在 APP 当中我们直接点资产，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啊，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转到交易账户，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转到资金账户。下面呢我们写入金额，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啊，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点击确定就可以了。我们返回看一下，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0，交易账户就是 99.99。 下面呢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按钮。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懵啊，有好多按钮和数字啊，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然后选择现货交易，也就是第一个。如果你想买以太坊的话，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坊就可以啊，以太坊的缩写是 ETH 啊，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我们继续往下看，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啊，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啊，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很好理解。再往下看，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我们看一下是1873。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但是有的同学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它的意思就是说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自动进行成交。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再买，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现价委托，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改成1800，这样设置之后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就会自动买入。咱们继续往下看，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比如我想买 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那么 1000U 就可以买到 0.55 个以太坊，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 99U 是不够的，它这里呢就提示余额不足。好了，买入操作呢我就说到这里，是不是非常简单？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等过了2天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就相当于我们赚了 100U 啊，也就是100美金。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 100U 了，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我们来看一下，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对不对？我们选择卖出，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我们选择市价委托，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我们可以选择卖出 50%， 也可以选择卖出 100%。 100% 的意思就是说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是不是非常简单？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如何把赚到的U提现到银行卡、支付宝或者微信啊，这三项都是可以的。首先呢第一步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也可以是微信啊，或者是支付宝。下面大家看我演示，打开 APP 后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 买币，选择右下角我的，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添加一下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支付宝、微信都可以，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添加好账号之后，第二步我们需要从 OE 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在 APP 里选择我要买币。有同学会比较纳闷啊，我们不是要卖币吗？怎么要进买币呢？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 买币。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啊，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在出售列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我们怎么选择呢？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啊，这个是11000，这个是20000，下面这个是5000，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12000的这个商家，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这个商家呢他是2022年11月成为商家，我们换一个看看。好，这个呢大家看他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像刚才这个就不错，浩宇商行12000的这个就不错，注册时间也够久，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我们来试一下，我写一个2U，然后点击出售，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我们直接点卖出，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订单信息，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一般情况呢只需要2分钟，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买家已付款。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查看一下是否到账，等确认无误之后，再到 APP 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点击这个按钮之后，你的 USDT 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就完成了。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在卖币的时候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查看是否到账，到账之后再来点击这个按钮我已收到付款。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 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这个呢就像我们淘宝买东西的时候确认收货一样，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此为止呢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我会给大家一一解答。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的频道炒币大师兄，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好，谢谢大家的观看。江西发布10月9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7月中旬以来，网信部门深入开展清朗2024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全面覆盖直播、短视频、社交、电商等重点环节，集中力量整治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突出问题。专项行动期间，累计清理拦截涉未成年人违法不良信息430万余条，处置账号13万余个。关闭下架网站平台2000余个，有力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部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从严处置各类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毒视频。专项行动以涉未成年人主题、未成年人出境内容为重点，深入整治各类传播不良导向、诱导危险行为的直播和短视频内容。巡查发现，部分短视频将血腥暴力元素强加于经典动画，恶意发布小马宝莉毁童年血腥版、发疯老奶奶突袭佩奇等内容，使用低俗粗俗语言篡改儿歌，传递不良价值观，摆拍未成年人吃橡皮泥、厕所抽烟、校园约架等剧情，将儿童包装成所谓性感辣妹进行无底线营销。一些直播间让未成年人暖场助力，采取现场打招呼、视频连线、声音旁白等形式诱导直接或变相出境，集中整治针对未成年人的开盒挂人乱象，密切关注涉未成年人网暴风险，深入排查校园墙、留言板等环节开盒挂人问题，发现部分超话、贴吧等接受匿名投稿发布针对未成年人的攻击谩骂言论，
曝光未成年人姓名、学校、网络账号等隐私信息，有商家提供有偿代骂服务，部分用户传播开盒挂人短视频教程，一些用户组织恶意举报，通过批量举报的方式实施侵扰、煽动对立。北京、河南、贵州等地网信部门深入核查问题线索，解散关闭1500余个提供挂人服务的话题、超话、贴吧，对存在突出问题的平台予以从重处罚，相关违法线索移转公安机关，严厉打击隔空猥亵等网上恶性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期间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在短视频平台借举牌拍摄，贩卖淫秽色情制品，通过一对一私聊方式假借同龄人身份与未成年人用户频繁互动，诱骗拍摄私密照片，实施隔空猥亵。天津、广东等地网信部门及时核查网民举报线索，督促平台加大评论区引流信息管理力度，链条式打击隔空猥亵、性引诱等问题，累计关闭相关违规群组1000余个，配合公安机关查办案件70余起，深入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违规售卖问题。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网信部门督促属地电商平台深入摸排打击售卖涉未成年人违规商品问题，部分店铺提供动漫抱枕定制服务，在咨询环节发送色情图库链接，以售卖 U 盘、硬盘名义变相传播封建迷信信息。教具类商品的评论环节存在谩骂信息，煽动亲子或师生对立，一些主播分享破解防沉迷系统方法，提供有偿供号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专项行动期间，重点网站平台累计下架相关违规商品4.2万余个，对1400余个店铺采取关闭、扣除违约金等处置措施。网信部门将持续深化专项行动治理成效，督促网站平台切实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主体责任，对问题突出、整改不力的平台和账号，将依法从严采取处置处罚措施。同时，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监督举报，共同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当前，机动车等移动源仍是大气污染的主因和治理重点，但部分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受利益驱动，数据弄虚作假，不仅会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破坏环境管理秩序，而且会影响监管部门了解环境实情，影响精准管控和科学决策。首先，追究行政责任。《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2条，伪造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查实机动车检验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生态环境部门要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对车辆非法改装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对维修机构处每辆机动车5000元罚款。其次，追究连带责任。环境保护法第65条，对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污染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还应当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其他责任者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不能仅光实施行政处罚一项。第三，取消检验资格。《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2条，伪造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情节严重的，由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取消其检验资格。《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质检总局令》第163号、第45条，检验检测机构未经检验检测或者以篡改数据、结果等方式出具虚假检验检测结果的，资质认定部门应当撤销其资质认定证书。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令》第39号、第26条规定，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取消检验检测资质。因此，出现以上情形的，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法撤销资质。第四，没收违法所得。没收是一种较为严厉的财产罚，只有对那些为谋取非法收入而违反法律法规的公民、法人及组织才可以实行这种财产罚。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中有没收违法所得。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8条，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的种类就包括没收违法所得等。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2条，违反本法规定，伪造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对不维修直接出具维修合格证的，根据道路运输条例第72条和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第14号、第52条，由县级以上交通运输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对拆除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的，按照道路运输条例第71条和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第14号、第51条，由县级以上交通运输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第5，治安处罚，对以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尚不构成犯罪的，按照环境保护法第63条要求，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要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因此，不仅要处理机构，还要处理相关责任人。第6，追究刑事责任。2021年刑法修正案11第229条规定，承担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7号第10条规定，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蓄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从事环境监测设施维护运营的人员实施或者参与实施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等行为的，应当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2规定，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机构在2年内造假3次，就要判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造假文件的虚构数额在100万元以上且占实际数额30%以上的，将立案追诉。因此，对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弄虚作假的惩处，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设定标准进行系统重构。首先，不能一罚了之，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等其他处罚。发现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案件，应当按照有关要求和时限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对涉嫌违法依法应当实施行政拘留的案件，应当移送公安机关或者其他部门。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其次，不能缺项漏项，坚持零容忍的态度，对照违法违规行为的类型、性质和相应的处罚标准，系统加大惩处力度，做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社会惩戒、治安处罚等行刑互动衔接的办案机制。第3，不能单打独斗，严惩弄虚作假，不能只靠某一个部门的努力，需要各部门凝聚合力，衔接联动，建立互补共治、信息传递的检验检测监管执法协调体制。第4，不能失规失信，加快建立社会诚信系统，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效果。一方面，强化诚信体系建设，将违法行为纳入社会征信系统，依法依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向社会公告；另一方面，鼓励同业监督，完善内部质量控制措施，加强行业自律，严守职业道德和法律底线，自觉抵制不良行为，坚守依法依规经营的生命线，有效推动整个第三方环保服务行业的规范化运营。南大岗湿地位于河北省沧州市东北部渤海湾西岸，湿地总面积达7500公顷，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今年7月，南大岗湿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2期提名地之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河北迎来了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南大岗湿地的生态蝶变源自当地持续实施的系列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据南大岗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孟兆磊介绍，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采取了退养还湿、微地形整理、坡面生态化改造等措施，恢复了由水域、浅滩、生境岛组成的自然湿地结构，
有效提升了湿地生态环境质量。9月22日，河北南大港湿地景色周孙渔社。据当地相关部门数据显示，通过一系列项目的实施，当地恢复湿地面积108.8公顷，退氧还湿面积200公顷，水系连通28公里，鸟类栖息地改造225.4公顷。如今湿地水质显著改善，土壤质量向好转变，湿地水体环境和水文连通性改善，野生动物多样性得到提升，鸟类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据南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披露的数据，南大港候鸟栖息地2019年观测到20000只候�鸟，2023年观测到100000余只，候鸟数量4年间增长了4倍。候鸟数量的增长为申遗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申遗技术团队负责人张正旺表示，候鸟数量显著增多不仅是南大港湿地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的直观体现，也是该地区坚持生态优先、实施科学保护与修复策略的直接成果。在湿地新设立的展示牌上，两张对比鲜明的施工图照片进一步见证了湿地生态的蝶变。左边一张拍摄于2023年6月，右边一张拍摄于2024年8月。南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王立军说，一年多来，当地生态修复工作的推进让水面不断扩大，水体也更加清澈。除了生态修复，候鸟栖息地的保护、精准调查监测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保护的前提是对保护对象心中有数。据王立军介绍，如今由南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建立的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正在对野生鸟类开展全天候的调查监测。通过保护区内的声纳系统和高清摄像头监测来往的鸟类声纹与图像，即可实现雁过留名，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和数据准确性。现在湿地保护区内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包括增添巡护站点、水闸建设和维护修缮，新建多个防火瞭望塔和观鸟屋等。王立军表示，科学监测设施的完善将有助于当地进一步保护和修复湿地生态，为候鸟们打造更温馨和宜居的栖息家园。作为河北世界自然遗产的首张名片，申遗成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孟兆雷表示，南大港申遗成功为沧州整合各类旅游资源，推动大运河文化带沧州段与南大港湿地共同打造世界遗产片区、京津冀文化生态旅游目的地带来机遇。他透露，通过此次契机，未来当地会进一步考虑科学拓展观鸟研学、湿地观光、湿地康养度假等湿地生态旅游主体产品，向公众宣介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同时，也提升区域旅游知名度，更好地带动全域旅游和本地服务业发展。编审刘福庆，监审王晴。